俺说出差了不找个超市囤点东西呢怎么能行呢？这个小麦果汁吧，这是这个薯条好吃，这不就是清新虾条吗？这个好吃，辣味鱿鱼丝。你要搞收藏啊？咱说这不得一个味儿拿一个吗？他说你这个可以呀、啊、那你看看我这个是为了什么长的，那脑袋快钻冰柜里去。这个养乐多的冰棍呢？这个我先肚里了呢，可好吃。两个酱都要吗？你看它呀，我替你尝一口啊。好肉，又走不动道了是吗？什么？你想吃？一个皮带粉丝条，要一份草莓吧。好吃吗？行，很喜欢呀。你不是挺会的吗？天天欧某欧某欧某的，张不开嘴，欧某。我的年糕真香啊！要一个还是两份炸酱面？妈，这炸酱面真香啊！把炸鸡拌进去，我替你尝一个。那皮好薄啊！嗯，这粘都不抓了，面真香啊！